不跟你偷提钱啊！你敢放屁？佮讲嘛，我来看卖你钱藏伫个倒位。我看，哎呦，你是你你连空下，你连空下啦！你竟然欺负一个老大人，谁来抓着你哦？谁家门不迎啦？我讲一个大家到你的门啦！家门不迎，你讲谁人家门不迎？迄个警卫刚是新来的，无紧啊，不一定啦。我即马是你的太太，伊马上就要认识我，唔敢无好入去。嗯。阿妈袂认得我，安尼。一定是认知错乱，又搁牙开啊！哦哦哦！这我不知道上面写创啥啦，你坐咱家卡车遐长，还要跋倒。是你甲我读到的呢，搁对我大细声。什么我读你？坐咱家鬼鬼祟祟，你是有问题啊？哦，你这问题嘞，莫名其妙。哎，我爸上国中哎，哈，今麦我的钱包泡起啊！你头我刁工伊坐当遐，还要关一个，你是不是偷摕我的钱对不对？这假这老个偷摕别人的钱，我今麦就送你去警察局，行！你别胡编讲啥啦！我无甲你偷摕钱啊，你敢放屁？佮讲无，我就看卖你钱藏伫个倒位。我看，哎呦，你是你你来偷钱？哦，你连空下啦！你竟然欺负一个老大人，谁来抓着你哦？谁家门不迎啦？我讲一个大家到你的门啦！家门不迎，你讲谁人家门不迎？啊！你连小偷吗？记得我爸说，你连小偷吗？你欺负老人，你外籍哈？我不，你重杀！阿妈，你快点去！警卫，这个我爸上头提外籍，伊是共犯，赶紧抓起来！姐姐，你做啥？啊！救我！阿妈！啊！抱歉，你啊！嗯，姐姐，姐姐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那个啊，姐姐，我怎么说？你是你不爽快，你莫为难伊，我拜托你，你叫警卫给放开好不好？你头光唔足歹诶，歹势啦，是我唔好，我袂细力去甲你搞着，我甲你下死咧。头光唔是讲查着我诶人是干不行，啊！我老翻天啦，我讲唔对啊啦，歹势啦。哼，怎样唔对啊哈？我今仔都无甲你计较。到房间。姐姐，姐姐，好了，无事啊，咱先来转。你受受伤啊，咱先转去，哈。我爸上真正是无路用啊，无伊这粒大石头，就无人会当阻挡我入去叶家。